每天会接到妈妈电话的举手。最夸张的时候是打差不多15通，就连续。跟你妈说，我崇拜她，因为我终于有人突破我的记录。妈，你最高记录打几通？5、6通有，我平常每天都是5、6通。请问您觉得你和高嘉瑜谁的歌声比较好？前阵子中秋节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一看到他啊，他已经上去了，那这一趟不要跑，放弃。真的假的？